大家好，我是大厨阿斗。今天我们用牛肉做一道麻辣鲜香、好吃入味的香辣牛肉酱，真材实料，牛肉超多，毫不夸张地说是牛肉酱的顶级做法，是花钱也买不到的好味道。用这个酱拌面条，满嘴牛香，口口是肉，好吃得不得了，那味道真的是一绝。首先我们准备400克的新鲜的牛肉，可以选筋膜比较少的牛后腿肉、黄瓜条等，用刀把它们改小一点，方便下一步焯水。全部切好后，把它们直接放入锅里面，朝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要刚好没过牛肉。朝水中加入葱姜料酒，开中火把水煮沸。那么有人就要问了，不焯水可以吗？当然是可以的，只是后期炸的时候还是会有血沫的。水开后用漏勺撇去浮沫，一定要尽量撇出干净一点。撇出干净后，把它们都捞出来，放入温水中浸泡，抓洗一下，接着用流动的温水把每一块牛肉冲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放入肉盘中沥去多余的水分，然后放在案板上，先改刀切成条，再改刀切成小丁。因为已经焯过水，体积已经变小了，我们可以切成黄豆的大小，熬成酱之后会变成绿豆的大小。比较厚一点的牛肉就先对半切开，再切成细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全部切好后先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既然是辣椒酱，干辣和鲜辣必不可少，鲜辣味选择小米辣，大约50克，先用刀切到它们的底部，再改刀切成圈，随便切都可以。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把它们用刀砸碎，再切成比较细的辣椒末。全部切好后先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干辣味我们选择两种干辣椒，灯笼椒和新一代，每一种都是5克。它们的特点是香味十足，而辣度很低。先用清水把它们抓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和杂质，清洗干净后再来制作糍粑辣椒。起锅烧水，把两种辣椒放入锅中，开大火煮沸，水开后不加盖，煮15分钟。不用担心会有影响，煮过之后更方便它们出香出味和出颜色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我们用漏勺把它们捞出来，放在案板上，还是先用刀砸碎，再切成比较细的辣椒末。全部切好后先放入一个盘中备用。香料方面，我准备了三个小盘。第一个盘，八角2克，掰小的桂皮2克，香叶 0.5 克，花椒1克，这几样是基础料，一般家庭都有，其中花椒的量可以自行调节，也可以用花椒油代替。第二盘，小茴香2克，拍碎去籽的草果1克，丁香 0.2 克，白胡椒粒2克，家里面如果有的话就配齐，其中白胡椒粒可以用胡椒粉代替。第三盘是南姜1克，沙仁1克，陈皮 0.5 克，白蔻 0.5 克，这些家里面没有就不加，还是觉得麻烦的朋友可以准备13香4克，代替以上全部香料。把香料放在碗中，加入清水把它们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倒出脏水，重新加入60度左右的温水浸泡10分钟，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的苦涩味和药味。10分钟后倒出来沥水备用。下面准备制作香料油的食材，碗中加入清洗干净的切断的香菜30克，再加入清洗干净的小葱段40克，再加入洋葱丝60克以及生姜丝20克，就可以开始制作香料油了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植物油400克，优先选用菜籽油，开大火把油温升起来，油温5-6成热。我们朝油中插入一只筷子，等筷子周围出现了很多密集小泡的时候，就说明油温到了。我们迅速倒入全部的香菜、小葱、洋葱、生姜，再把全部的香料也倒进来，用筷子拨匀后调成最小火，就这样慢慢进炸，把它们的香味炸进油里面。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5分钟，几乎可以不用管，只需要偶尔翻动一下。等待的时间，我们准备三坨大蒜，把它们全部去皮后，用刀把根部切掉一点，再把它们砸碎，再改刀切成蒜末，尽量剁得细一点。全部剁好后，为了避免它们后期炸的时候发苦，一定要把蒜末清洗干净，然后沥水备用，大约80克。再准备80克豆豉，还是把它们清洗一下，沥干水分，再放入蒸锅里面，煮气蒸15分钟。做完这些事情，锅中的料油已经炸好了，它们已经炸干变成焦黄色，我们就关火，让余温继续进炸5分钟。5分钟后捞出残渣，用勺子挤干残余的油脂，下一步拿出蒸好的豆豉，放凉后用刀砸碎，全部切好后放入个盘中备用。下一步把锅中的油继续加热，还是50油温，下入全部的牛肉粒，开大火炸3分钟，炸到牛肉全部变色，就立刻关火，把它们捞出来放入盘中备用，再开小火加热，油温30左右，倒入全部清洗过的蒜末以及全部剁好的小米辣，全部的糍粑辣椒，就这样用小火煮15分钟，熬出它们的香味。15分钟后再倒入全部的豆豉和全部的牛肉，再加入黄豆酱80克，甜面酱40克，还可以选择性加入黄冰糖5克，保持小火，一边加热一边搅拌，继续熬15分钟，熬到油酱充分融合。
尝一下咸蛋，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盐，还可以选择性加入适量的花椒油、少量的味精。搅匀后关火放凉，准备一点炒好的花生放入保鲜袋里面拍成花生碎，等锅中的牛肉酱冷却到室温后，再倒入全部的花生碎，搅拌均匀，就可以起锅装盘了。好啦，一道香辣开胃好吃下饭的顶级香辣牛肉酱就完成了，放入密封的玻璃罐中冷藏保存，拌面条配米饭都特别好吃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点赞收藏转发给更多的人。